等我一下，我要去开个灯。来了，嘿，来了，害怕，哈，我现在是10点半睡觉的女人了，晚上10点半前睡觉的，可怕吧？怎么觉得还是有点圆呢？哎，我手机呢？我刚拆了个肩带儿，我说我给我里面弄个肩带儿。因为我买的是那种，因为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拍那种吊带儿嘛，我说，但是它老往下掉，我就说我弄个肩带儿，结果我肩带儿刚打开，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只有一个，就一边儿，很快就不用靠腿。对，我现在还需要用褪黑素来支持一下，过段时间就不用了。Hello，对，我现在讲究一个阳间，超阳间，自律女人。自律女人最可怕。你决定，怎么下班还是说决定就能决定的呢？怎么播更早了？因为今天闲着没事儿，其实也没早多少，早了一个小时。我今天新买了面膜，芙尔佳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了。而且我买的是，它写的是敷料，他们说就是那种面膜就是要用敷料。那种医用的，他一般写的都是敷料，然后他不会写面膜。然后我说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个。我搜敷料，然后我就搜到了这个。昨晚买的，今天就到了，超快。我要一会儿试试。我拍完了，我今天就拍两套。他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快，所以他只带了两套。巨好用，真的吗？那我今晚一定要，我今天就敷这个。看看明天，因为我明天要拍两套。日子不能说两套，明天要拍两个摄影。对，公演日没办法呢。那公演日的话，那对，明天要拍两个摄影。它确实不便宜，确实不便宜。我买完，我昨天盯着，我其实早知道它了，但是我没有买，因为我一直在想等下个月发工资，但是我实在觉得脸的事儿耽误不得。好快的速度，我今天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，就去了以后，我1:10左右到那儿，10分20分左右吧。然后到了那以后，然后就开始换衣服、化妆，呸，不化妆，换衣服，然后做了个头，也不用做什么头了，主要他就拍了一套 JK，就是扎了个双马尾，然后，然后拍了一套那个。就是我刚发房间的那个，然后就回来了，但是两个摄影在拍我，也就是我这次的图可能会比较多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拍，拿一台相机换着卡的拍。为什么头拆了？因为那个头上面是他的发饰什么的，我得还给他，所以就拆了。困了不叫，我超阳间，我今天早上起床我还觉得我没睡够，我在这弄手机。我还觉得我没睡够，但是我也得起了，拍了一套这样的。哎呀，拍了一套朝鲜服，还在车上自拍。那是朝鲜做的衣服，我记得是。它是两套，它凑成了一套，好看是吧？明天去拍那个，去年就没约上。去年他来找我的时候，那天天阴了，然后就没拍。叫什么？我看，他叫对，有点感觉是有点现代元素的韩服。明天是这个摄影，明天早上是他，然后明天下午就还是那个汉服的姐姐，明天就还是那个汉服的姐姐。为什么我一打开搜索，我的搜索栏，哎，
我搜索栏，哎，看不到，给你们调低一点，给你们看，我的搜索栏斯巴工资，让我搜搜。其实啥也搜不出来，这也没啥。抖机灵连拍四天，明天拍两个人，早上拍那个下午，明天早上那个谁，那个谁，我室友约了他，然后下午我拍过去拍。早上拍另一个人，所以明天要早点起，今晚也要早睡。今晚9点，那个谁，我室友。哇，这个衣服好可爱！我想拍这种，其实奥森的小木屋真的很适合拍这种，但那个小木屋有点脏脏的，那小木屋全是灰，但没关系。Yes， 就是花。我阳间，对啊，我天天阳间，我整天，我要做一个超阳间的女人。然后到时候，姐姐说她今天看我，我刚刚去楼下遇到姐姐，她说她看我的状态都特别好，觉得整个人都容光焕发。我说因为昨天10点就睡觉，听听话，对。荣光，谐音梗。我真的今天整一个人我都不一样了，对，很朝气蓬勃。下午好呀，只是看不出来状，反正比之前好多了，但是法令纹还是很重。我昨天看了，就是因为经常吸溜鼻涕的话，这儿就会凹下去。我觉得我今天吃饱了，但我又想吃点什么东西呢。但我好像没什么能吃的东西。嗨，我有那什么，我想想，我有这个，但感觉不太好吃。我有这个，这个。我刷抖音刷到，但我没吃过。但我现在不是很想吃，总不能，那确实，这是他说吃一根是不会饿的东西。对，但是我还没有吃过，我买来以后再也没有吃过。我之前买了什么？我还买了那个黑米的那个，反正也是说就是疯狂营销的那种，不好吃。但它是芒果味儿，它是芒芒豆乳风味。但我一直没吃，我现在也不是很想吃，先放着吧，看一眼就行。所以我一次还没吃过呢。我真的老是被代餐骗钱，但是我压根我都不会去吃代餐。我买了，但我都不碰它。我看他们说去法令纹，不如买点零食，但我每次看到我都会被骗钱。上次买的那个也是没吃过，冷餐能看见我们，你说谁的冷餐？能去吗？去啥呀？不卡粉，我觉得法令纹好丑。法令纹很难去的。首先，你医美应该是改变不了的。要能的话，我说不定我已经一个冲动冲过去了。我又不想在脸里面垫东西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不想动我的脸的任何一寸。能批，那确实，哥哥的冷餐应该是有的，他跟我说是有，他跟我说有。对，而且你在脸里面，我跟你说，大家如果想在脸里面填东西的，我建议你们一定要谨慎。脸里面填东西，它一定会位移的。大家都会，但是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没有那么明显，我就超明显。
迷。就这样呗，确实错过好几次。你买票了吗？假体不齐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只看到就是经常就是有人在里面打了东西，然后位移，然后就是动后面往位移了。这个高发现，那确实，那确实。我最近，我最近就在要不要再往下瘦的那个地方纠结。瘦，我觉得瘦按理说是好看，但我怕我瘦了脸垮。因为我脸就挂不住肉，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，用了3000积分，然后你说你，你说你，下周公益节好，你好恨，控制自己胖瘦。我要是想瘦的话，我现在就不用再吃东西了，因为我也不饿，不饿就不要吃东西了。但是如果我想胖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点东西吃了。夜排睡醒，我睡不醒，我睡得醒。我今天早上醒的可早了，今天9点多我就醒，我一直在半梦半醒，然后现在处于很瘦。我现在不算瘦，我现在属于是比，但是是我最瘦的状态，就是我之前没有那么瘦过。下午好呀，拜拜。好久远的词啊，灰灰。我以前，我记得我高中那会儿也喜欢说灰灰，说着说着后来就变成拜拜了。我昨天拍的就是给你们看这个贴头皮，不喜欢贴头皮。哎，但这张还挺可爱的。什么？这张还反光？梦成的镜子里住一个人。他昨天拍的是那个，有点贴头皮，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我喜欢蓬松，蓬松，我喜欢蓬松的头发。你喜欢贴头啊？我喜欢蓬松的头发，真的撤了。行，拜拜。才发现我喜欢蓬松的头发。昨天拍了，就拍了两套，还拍了一套我在房间发的那个，这样的。哎，这样看好胖，拍了一套这样。对，这是昨天拍的，今天拍的还没发给我。其实我喜欢就是那种后面，我喜欢就是那种带好几套来，我可以拍很多套，就是一天不用浪费一天的时间。不然像今天就只拍两套的话，我就觉得哎呀，完全还有时间，我一下午能拍4套。谢阿奇的奶茶呀，你好的，晚上好。好，我粉色娇嫩，我以为会拍很久，因为上次跟他拍也拍了很快，我以为他会知道，但是他今天可能太久没跟我拍了，不习惯。谢谢 CGK 的好想好好想好猪猪宝宝宝贝。我那天我搜广场还搜到我自己了。我搜搜啊，我记得我搜到我自己了，搜到我的那套图了，我还没发的那套。我刷到我自己了，就是那个摄影和那个造型姐姐发了那个原图，但这几张，这昨那天我真的状态很好。对，搜到了自己的图。但那天状态确实挺好，那天那一整套我都不想自己选图，因为我自己选不出来。那天状态特别好，第一天早睡的时候。什么时候发？他什么时候给我什么时候发？他什么时候给我发过来，我什么时候去发。好好有感觉。就是轻恨你。
我第一次拍的青海女是那种这种刘海，这种刘海是这种刘海。这套什么时候？这套不知道了，不太好的。这套确实还不错，这套挺好看。我觉得我写真我还是喜欢有刘海的样子。下午好呀，我早上咖啡还剩了个底，但我现在不喝了，喝了晚上睡不着。哎呦，我床上有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啊？是我最喜欢的果干耶。这个在庭院里，确实青海你我觉得适合在庭院里，但是主要最近都在拍花嘛，最近拍花拍的多，所以我这几天都在拍花。他今天那个姐姐问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拍腻了，我说倒也没有，虽然我每天都在拍，但是大家拍的都不一样，大家都在拍不同的花，所以我说倒也还好。这个有点松，这个衣服，我说就虽然你每天都在拍，但就是大家都没有撞，所以我说挺好的，我还挺喜欢拍的。先拍了一套这种 JK， 但这个衣服有点大了，这个衣服有点太大了，像一个对万能背景花。但是我每天拍的花都在不同的地方，我在不同的地方拍花。今天这个光，这样吧，有点黑黑的。我觉得这个小夜灯是不是用多了？它现在有点暗，是不是用久了就有点暗？下午好呀。刚刚那个是我呀，是我呀，但是我的侧边，那个刘海太厚了。没电了，它插电的，怎么可能会没电呢？但我觉得它没有以前亮了，是真的。三三离别风浪，我有好多自拍呀、每天感叹一下，又有好多自拍，不知道，这真的不太亮了。哦，太氛围感。哎，把我痘痘都照出来了。我觉得这种拍蓝色美瞳就很好看。我这两天皮肤都好多了。对，一张也不发。我还是最喜欢这张亮亮的眼睛。还有几张。万水过千山，好喜欢这种，好喜欢我脸上的肉。哎，好喜欢我脸上的肉，好喜欢我的肉。对，我也喜欢那个花丛的二月兰，我觉得这套在二月兰那儿拍的可好看了，就是原图上啥也没用啊。我最近皮肤其实不好。但是我最近睡得早了。我的真的明月依旧和算了，不想突然不想说了，我在背景都换成这个了，这套真的很可爱，有刘海的灵儿，刘海版，有刘海的那个版本。我觉得这张，我喜欢这张，这张像什么？像那种电视剧的定妆照，你们不觉得吗？
我喜欢这张。我在宿舍，我在公司的宿舍。我这娃娃该重新码一码了，乱七八糟。但是我每天晚上，就你知道吗？我每天码好，然后我就躺着玩手机，这样就很舒服。我每天就这样玩手机，然后对眼睛也挺好的，就这样。所以就每天都被弄乱。对，披一个妆容室，就一模一样了，跟家里一样。因为我住在这儿呀。因为这虽然不是家，但是我就是确实住在这儿，它是我在北京的家。对，看起来这张照片拿出去就是定妆照，朱红在这披个朱红荣氏，谁谁谁，真的，我觉得这张真的很像那种电视剧的定妆照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是宣传照，定，然后在一个白色的背景下面，然后风一吹，那个头发。都是抱，我也没有不看他们，我就是靠着睡，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拥有我就会很开心的那种，我觉得我属龙，就是跟龙的属性真的很像，就是看到就很开心。哎，对，仿佛拍了一套古装剧。这边确实开支大，我在家，我要说到我的米线了，我点一份羊肉米线只要11块钱。但是在这点要30块钱。西方的龙喜欢囤东西，囤各种宝石。我真的喜欢，我就是那种仓鼠一类的那种，我就喜欢囤。但我不一定用得到它，但我一定要拥有。就像我买裙子一样，我不一定穿，但我一定要有。想吃米线了，吃。我今天吃了一天小米粥了，我都不知道该吃点啥。但是真的很好吃。我问阿姨还有什么吃的，她说只有一个，哎，我这有一个猫毛死活拿不下来，在那儿。我刚说到哪？反正我是什么东西我不一定穿，我也不一定用，但我一定要有。同意我，很好吃。就是我那次在跟我妹在吃饭的那次。赚的和花的成正比，赚的还不够花呢。吃点辣的，不能吃辣的。我本来今天想吃火鸡面，突然想起来不行，我的脸不行。小米粥，我吃了2碗了，今天早上吃了一小碗，刚刚吃了一大碗。主要那个粥很好喝，它有那种香甜，你懂吗？我昨天还蹭了一口 C 的那个粥，海鲜粥。对，它不是灵宝，但它好喝。谁拉屎？我会。臭。关注这首歌，这首歌感觉之前要火吧，最近感觉不太火，因为我脸长痘。哦，大碴子，哎呀，胖臭骨灰。掩耳盗铃一下。喷脸上，这样就闻不到。这瓶香水我愿称之为这辈子拍不完，这辈子用不完的香水。长痘了，可爱长，我也是。我觉得是家里基因的问题，我家好像都长痘，大痘小痘都长，不是他拉了一个胖臭的屎，臭晕了。我身上我不用香水，没有这个包装，因为这样我带过去带回来，就是这样的话，我有包装的话不容易坏，不容易碎，单用一瓶的话容易碎。因为我真的不太用它，这个香水是2年前买的，就长，对，就是哎会长痘的人家里，我觉得好像都会长痘，快生理，
我生不生你气我都长，真的很讨厌。肩并肩，我都没听过这首歌，但是我知道是下一首，好像没怎么听过。哎，我觉得相处会不会知道哎。没洗，生理期是会长痘，生理期确实会长痘，不知道是什么歌。哦，问少年，我怎么觉得我听过这歌？不知道，感觉是那种修仙的那种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的歌。是什么的歌让我说？诛仙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绝对是这种里面的歌主题曲，没写，但是是诛仙的，那个电影的那个。我是终于先。铃芽之旅，就说，我本来还挺感兴趣的，但是我听那什么，我就后来就没听了，不想去看了。周深那个吗？诛仙你就看过？我都看忘了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。我就算看过，也是初高中那会儿看的了。以我的记忆，就是估计已经忘了。中文版。哦，它有两个版，一会儿听听，放完这首听听。一会儿他们回来，今天本来不到我在宿舍直播，但我舍友不在。大臣是谁？听听，哦，这首啊。在哪儿听过？我知道我在哪儿听过了。我说好耳熟这个歌，我想起来在哪儿听的了。给你们搜搜，就是我那天说我想拍的那个，就是我那天说我想拍的那个，我想拍水下的时候。第三个月警告我，这是我们遇到不良喝的东西了。就这个。因为我反复观看这个视频很多遍。我真的很爱看这个视频，真的，主要它太好看了。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，我没有看过他出的这个，但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就真的很就是欣赏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喜欢这个博主，他真是那种创作，他说他欠了就是光创作欠了10万了。主要他化妆真的很牛，他是我的化妆启蒙老师。我之前就是看他化妆视频学化妆，然后我觉得哇，他拍的好，我看他拍好多东西，他们拍的每个东西我都很喜欢。水下会，但是你疯狂定的话，其实掉的不会太多。主要他俩是一对，他俩是真情侣，就很好看。没有我不能磕，除了创作，真的，我一开始以为是他拿视频赚的钱创作。结果他是真的借钱去创作的那种。我好喜欢看他拍的东西，
就是我哪怕没有看过这个动漫啊或者这个小说什么的，但我很喜欢看，但我真的会很喜欢看。对，确实，我以为就是我，因为我也不知道 B 站多赚钱，对吧？所以我当时以为他是赚的钱去的。就很牛啊，很牛啊！还有他的这个，还有他的这个也很绝。确实，很久没有唱情歌了，难得就为你脱力祈祷一次吧。希望您谁懂？我好喜欢这种东西。上帝宽恕一切。真的很喜欢这种有点，怎么形容它呢？这种的东西。就，天哪，谁懂？好爱。那个爱粘人的原子，你搜 B 站就有，你搜原子就能搜出来。我可不喜欢审判你，愚蠢的计算策略，你们经营的战术是就是这么就是他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真的很绝，真的很绝，绝。他拍好多这种东西，主要他化妆是真牛。好久没关注，对，我就是好久没关注他。他现在开始拍这些，但他就是说他决定就是今年还是回归化妆视频了，因为真的欠钱太多了。他说因为欠的钱太多了，所以他现在要多去拍一点化妆视频了。他说他今年要少搞一点这种创作。我还喜欢看他之前逃婚的那个，他之前私奔的这个我也喜欢，就是微博。我好喜欢看这个，还有他那个阿里尔的那个，当时他没怎么，他当时还不拍视频，但他当时小美人鱼真的哇。他真的给大家推推，我好喜欢这个，我真的好喜欢他。对，我当时那什么，在他之前我最喜欢看的是党妹，但他党妹不是后来那啥了吗，对吧？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哇，这个也好绝。对，他记了，但不得不说他之前拍那些视频确实是好看的，就每个戳到我点上的那种。转身不重要，不在意了。我现在喜欢看这个，对，我之前特别喜欢看。所以懂这种感觉，这种逃婚，就是他把戒指甩掉的那一刻，我的天哪，狠狠的戳到我的点了，狠狠的戳在我的点上。天哪，我什么时候，我这辈子还有机会拍到这种东西，我好喜欢。
对，好高级，就是他每一个东西都戳在我的点上了。一看就很贵，我觉得一看就要花很多钱。感觉要花好多钱，这种东西场地感觉他拍那个教堂应该是要钱的。哦，啊，确实好像百岁山哦。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救命。哎呀，好喜欢啊！希望我有生之年能拍这个东西，能拍到这些东西。哎，我之前还喜欢有个博主，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我记得有一个，很久不更新的，但是他好像是外国人，我记得，让我搜搜。我这辈子，但是我目前，你知道，我最想拍的东西就是那种人偶，那种诡异的人偶，你懂吗？就是真的很。叫啥我都忘了他叫啥了，我以前特爱看。我该怎么搜他？就是那种阁楼上的那种人偶。找不到他了。我以前好喜欢一个外国的博主，让我细细的寻找一下。恐怖人。哎呀，我最喜欢，但是我不喜欢看恐怖片的这些东西，但我自己想拍，你懂吗？就是我自己害怕，我自己也害怕，但是我想拍这种东西。我一下找到他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他。嗯，或者我应该是，哇，这个妆也好牛。好像是他，是他，就是几百年不更新了，几辈子不更新了你。就这个。对，我也别啊。我是，但是这种风格一般都很贵，所以这就是我至今没有拍的原因。哇，谁懂？主要他很娇小。这居然是一个人。居然是一个活人，哇！我真的好爱，他真的像假人一样。就是你懂吗？这种坐在柜子上的那种感觉，我好喜欢。挂好后台，不给你们看，后面确实有点恐怖。哎呀，我好爱。让我听听中文版的，好喜欢！我这辈子能不能猜得到？
我之前只有自己拍过，但我现在好像没法给你看，因为在我手机上。我记得我之前给你们看过，很久以前，我还在搬中心之前。现在你们应该没看过，老一点的，很久以前，像你们应该看过。我拍过一套那种人偶的那种，但是是我自己拍的，我自己跟我妹拍，我妹妹自己拍的。我拍过一套，哦，好像可以看，我找找，就是自己，对，就是自己拍的，自己瞎拍的那种。找找找找，这都我穿的。反正是我自己拍的了，之前很久远。在哪儿呢？哦，这个这种但是当时真的是瞎拍的。或许就这样了，还有什么遗憾呢？那会儿真的是瞎拍的，没排，我晚上才排练的。或许就这样了，之前想拍过，但是现在去看那会儿的妆有点拉。直播，对，我直播很随机，拍过一套这样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喜欢的感觉。哎，当时还挺粗的这个腿，这张还挺有那种感觉的，说实话。这张还挺有感觉的。我贴了一个好宽的双眼皮贴，这个腿。我专门买了一双这个鞋，就为了拍这个。我这个鞋我专门买的，结果就穿了那一次，就穿了那一次。我之前去漫展还去过一次，我自己做了那种这种，但是它不透明，我真的服了，它一点都不透明。好久远的照片，其实蛮好，其实是好看的。那个妆其实是好，它是好看的，只是说现在看那个妆就有点差点意思。哎，我当时学跳舞，学跳舞前面的人在被拉着劈叉的时候，我在后面看热闹，看得好开心呀。我前面的人要痛死了，我劈的其实不开，你发现了吗？我就是在那看热闹的，好好笑，真的好，真的很好玩。还有什么？
哎，又是这张，我看一万遍我都觉得好嫩啊，当时好嫩啊，真的，当时真的很嫩啊，很嫩啊，超嫩啊，就够。我以前还挺喜欢分享生活的感觉。在黑夜之中，星吧，谢谢托马斯战士的两朵玫瑰花，两朵玫瑰送两束玫瑰花，谢谢你的两束玫瑰花，两束，对，当时好嫩啊。这个是我朋友，我把他手动码住。我们当时还没出道的时候最美哦，确实哦，那会儿有在潜水，这会儿就是很普通人，很普通，很普通人。那会儿也不会化妆，瞎化，美颜开老大。我现在是，对，当时就是往脸上抹点颜色的程度，但这个还挺好看的。当时自己哎，自己拍了，还有这个美颜好奇怪，对自己拍了。你看后面那个黑布，布满小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布都没有填满。自己拿相机拍的。我以前真的很喜欢拍各种颜色的假发。波波小时候很，因为他还小呀，那会儿，他那会儿只有那会儿那么大，给你看他小时候和他长大一点。他真的，哎，这个给你看这个。啊，小猫咪，他那会儿真的很小，小猫咪。哈哈，对，这是波波，保佑你，祝你考的全会梦的全对，祝你考满分。对，这是波波，小时候的波波，幼年版。那会儿觉得可嫩了，那会儿真的很嫩。那会儿就不化妆，不会化妆。我真的很喜欢戴各种假发。我还有别的假发，这是几岁就不知道，这反正是入团前了，几岁就不知道。各种颜色，喜欢各种颜色，我有好多假发在家的，但我当时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顶。对，我之前就是很二次元，然后漫展我也很喜欢去之前，但后来不喜欢去了。哎，当时还试过画酷酷的妆，压根就不适合。想当酷盖，老家没有。哎，但特别好笑，我朋友在玩的时候给我拍的。很素，对，化妆化老了那会儿，反而还把脸画的庞大。我报名的时候用了这张照片，报名时候用的这张。哎，给你们看，你们绝对没见过。
你们绝对没见过。倒是想当酷盖，想办，就是那种酷酷的那种感觉。当时想，结果有点失败，结果有点失败。当时想当酷盖。想做一个酷盖。哇，这会儿脸是最圆的时候，我跟你们看，这会儿是脸最胖，这会儿应该是最胖的时候，脸胖圆。哦，不太像你，但那是原相机，就是你能想象一下我当时有多胖，我当时真的胖。这个是，还有这个，怎么？我当时还挺喜欢这张的，现在看一点都不好看，现在看一点都不好看，脸庞大。这是拼多多的假刘海，我当时还特别喜欢这张。哈哈，哎，现在看一点都不好看。对，然后就剪水母头了。然后就剪了水母头，这张还挺可爱的。哎，这张我现在也挺喜欢的。这会儿剪了水母头了，我跟我朋友。那会儿真的挺胖的。然后就到这个时候了，那次去重庆玩，就这种时候就到了我的报名照片了。用哪个相？用这个相机拍的，我记得是。哎，在这儿吗？暂时不知道，反正在我房间。对，然后就是水母头了。这个照片，这个相机拍照蛮好看的。那会儿真的蛮好看的，嫩的，那会儿可嫩了，主要是那会儿还挺瘦的，然后就进团了，进团以后再也没有发过 QQ 空间，上一次发 QQ 空间还是为了那什么，还是为了集赞。下午好呀，还没吃呢，我不知道吃啥，没啥好吃的，就再也没发过去。再也没发过啥东西，会不会一直不会？如果不进团的话，我可能要当酷盖，我可能在酷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我就是一直想当一个酷盖，想当酷 girl。我还买了滑板，当时特想学。看看我微博发过啥。找找你们不可见的微博里发过啥，还要不出口。差一点。哦，这还有没见过的。咖喱猪排饭，哦，也不错，我不知道吃点啥。我这个裙子放现在我绝对不会买。显得腿好短。进团也能到。那确实。对，我那会儿真的很想变酷。你看我那会儿染了绿色的头发。
绿色的挂耳染，太丑了就不给你们看了，直接看看头发吧。给你看我的挂耳染，我的挂耳染，我吃，我吃点啥呢？这会儿看着像个小老头。像个小老头。我还是最喜欢这张，好嫩啊，这张真的很嫩。我的红手绳是哪？我一会儿找找，我去，我刚找不到我的红绳了。哎，之前去那什么的时候，别掉外边。不会不会，我今天没带出去。哦，这有这一套啊，真的很喜欢这个啊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，真的很爱啊，真的很爱，感觉跟 QQ 的图不太一样。草莓煎蛋发的，好丑啊！以前，这是我以前的装扮，酷盖，想当酷盖，每天在努力当，想当酷盖。我之前好有点丑。我觉得我之前最好看的就是这个，之前在漫展的照片，再画个这种妆去找人，我觉得也是。我觉得这张看现在看也挺好看的，这张现在看也挺好看的。下午好，然后就没有了，我的照片就这么多了。之前的照片都没有留存，抽这种卡，抽什么卡呀？打了个嗝。对，留的够多了，确实好多了。草莓煎蛋都被我设自己可见了。你们今天的幸运词，你们自己加油吧。我现在觉得我想吃点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张卡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这茬了，确实，但确实好看。我这会儿真的是我最瘦的一段时间了。我今天，然后我今天上秤，称了一个超级轻的体重，我说不可能，然后我换了个地方啊，正常了。你现在很不，我现在是我这辈子最瘦的时候，我之前只瘦过，哎，反正我进团到现在啊，瘦了10斤，嗯。所以真的瘦了好多了。我进团到现在真的瘦了好多。过年那会儿也不胖，过年那会儿好胖啊，那会儿确实吃胖，那会儿把就是进团到现在瘦的全吃回去了，
第二个不认识的安慰，你在秤下面垫一点崎岖不平的东西，它就会轻。六斤多，哇！我试了那天生病以后就开始瘦了，我又饿了。小米粥消化好快啊！吃点啥呢？吃点我的蛋白棒。一直没，怎么没什么好吃的？没什么好吃的，然后我就只能吃蛋白棒。对，我就只能吃小米粥了。饭也吃完了，可能新生刚来，所以就都还在吃饭。但是我们属于是已经是吃的没那么想吃。那个好不好吃？那个蛋白棒吗？哇，你看这个闪粉亮亮。哇。都不收敛，我如果肠胃炎的话，我也不会收敛的。但是脸的问题，我就要收敛一下。哇，你看提亮了，哇，提亮了。我这个东西，它就只适合在打高光的时候地方用。哈哈，好看。不，庞氏不会被替代的，庞氏是在我定妆的时候用，这些是在补妆的时候用。小米不长胖，我喝了好多小米粥了，我今天没什么好吃的，别的不想吃，主要是没有东西能替代我的庞氏。庞氏是我心中永远的神。好米呀，我现在虽然我们管不脸上都是几层，因为一整天的话你肯定得补妆的，你不补不行，你带一整天妆了，你想想一天，我们有时候从早上冷餐啊9点多就要开始化妆，然后一直要带到晚上11、12点左右，你想9、10、11、1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5个小时，你怎么？你肯定只能一直补，一直补，一直补啊！咦，是我数错了吗？10、11、1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没数错，还能把脸印在黑布上，只要想就可以。晚饭不知道吃什么，本来今天回来的时候想吃烤鸭，现在也不是很想吃，就是我到宿舍以后就突然没那么想吃东西。但是我又有点饿，但我觉得我一会儿可能饿过了，我就什么都不想吃了。我又快掉一斤，我现在就在掉一斤和那个，我就是那个1.2，但是就是还没掉下去。烤鸭点没买，我刚刚想吃，但我现在不想吃了，想但不多。哎，你说为什么人家瘦了脸不会脸不会肉不会坠下来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就是他脸不会瘦，我好喜欢那种圆圆的那种，然后脸不瘦的那种。哎，好累呀，疼。看不见弹幕了，这样这样看弹幕，我们继续聊。脸不瘦，就是他的脸该圆的还是地方还是圆，不太好。对于圆脸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不瘦挺好的，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哼，聪明的人。哎，这个不行。你也这个姿势，你是左脚在上边还是右脚在上边？比如我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我的歌不放？接着放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
左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盘着腿，两只脚都有在上面，看着有点模糊。也是有，我是盘腿，两边都有，有点模糊这个角度看。我好想吃点东西，哎呀，你这个 ID 好讨厌啊！想吃小龙虾了，想吃咸蛋黄小龙虾，吃个咸鸭蛋。哎，我一会儿拿个咸鸭蛋下去再喝一碗粥好了。天才，我果然是天才。两只都有在下，两只都有在上。好馋小龙虾，好想吃咸蛋黄、咸鸭蛋。一会儿拿咸鸭蛋下去再喝一碗粥。晚饭解决了，哦，没喝中药呢。下午好呀，北京有夜市了，昨天司仪给我发，昨天刚开的夜市，我一定要去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去。卤虾，卤的好吃吗？躺着舒服，但是。对，北京有小龙虾，北京有夜市，不知道在哪儿呢，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搜搜小红书应该有，让我搜搜，让我搜搜北京夜市。直播去，不想去现在。北京夜市，北京夜市，搜最新筛选。哎，怎么看最新？这行。哎，不知道哎，昨天司仪截图发给我，但我现在看不到。他昨天看直播看到的，对，像没磕头去，想躺，但是看不清弹幕，没磕的时候。确实，长沙卤虾会炸一道，好想吃哦。下午好呀，好想吃哦。但小龙虾太贵，还是想躺舒服。哎，这样看得清。不是南锣鼓巷，是南锣鼓巷，我就不会想去了。咸蛋黄，你的 ID 不是想吃咸蛋黄吗？长沙小龙虾真的很出名，真的很想去吃。不，我这个手机的口袋丝巴打不开，他说不再可用，这个手机下载不了口袋丝巴。笑晕了。咸蛋黄好吃，咸蛋黄什么虾啊，好想吃哦。我也不想呀，可是那是咸蛋黄什么虾。对，用外网 ID， 我没有，我嫌麻烦，要用外网 ID。 对，我用手机，我用原相机。我用相机放大。超聪明，出外网不收。聪明吧，想不到吧。不愧是我，就是会有点看不清。三星很清晰吗？不，难道不应该是华为吗？华为不是宣称拍的超远吗？小米也清晰，除了苹果都清晰是吧？我小号，我这个手机打不开口袋。
我去，真的吗？哎，是不是千帆用的那个呀？我记得千帆那个 focus 拍安琪的那个 focus 超清晰。确实，我应该拿个支架解放双手。哇，他是不是他那个是不是拿手机录的？千帆的那个，你不知道？哇，他说他，我记得是谁跟我说他是用手机录的，然后超清晰，他拍安琪那个。哇，那个好清晰啊，真的很清晰。哦，是相机，我以为是那什么呢，我以为是手机呢。他好像拍我们的那个是手机。想删了，你发他超话会有好多评论的。你帮他，哇，我明天要去玉渊潭了耶。天哪，我明天要去玉渊潭了，我要去见识好多人了。你帮他背的支架。哦，不想背内娱粉丝，为什么？周而复始，大雨将记忆的潮湿。哦，确实，确实。结局都相似，别说抱歉，别说不是别无其事可而止。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。哎，我问问，哦，不对，我不去玉渊潭。哇，我已经快把北京的各个地方跑一个遍了。我去过圆明园，去过颐和园，去过故宫，明天玉渊潭也要去了。还有什么？北京？你是小粉丝啊？内娱粉丝真的，他们都扑在车上。对，所以我说就是感觉河内和河外和内娱的区别就是河内，你别过来。河外就是啊，姐姐我可以。好多人关注我，会的，他们会觉得是个站姐什么，他们就会关注，以后就为了看就是图这些什么的，就会有关注。和江苏，我想呀，我想到处去玩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只要会出我推的图的话，我都会关注的，会觉得你是一个站姐。我当时去送机，我当时那什么抬着个相机，我只是想去接个机玩而已。我在直播，然后就有那个什么，我播到6点我就下，我那什么，然后我抬着相机去的，我就想试试而已。结果好多人跟着我跑，我说我不是站姐，然后他们才走了。他们可能觉得我是站姐，然后跟着我跑。我走到哪他们跟到哪，其实我迷路了。我当时在机场到处转悠，我说在哪儿呢，这是哪儿，一堆人跟着我。我说我这是迷路了，我没有在找人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是迷路了，跟着站姐，他们把我当站姐了，但是其实我是在机场迷路了。抖音那可不，我是谁？其实是我迷路了，真的很尴尬。我就看我迷路在那找路呢，一堆人跟着我，我说跟着我干啥呢？后来我感受到了，可能我扛着相机，他们觉得我是站姐。我刚刚还翻到我之前拍的王一博，再给你们看看。别展示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以前想当那什么。我一定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以前想当以前当了一次失败的代拍。我一定要给所有人展示我失败的代拍。我刚才翻到，给所有人展示一下我的失败的代拍。
我要展示一万遍。我后来去看了超话，当时就是这张车，我直接走过去了，压根没当回事儿。然后后来一看反图，我说这张车是不是我们刚刚路过的那张？他说我朋友，嗯。那人家是守在门口吗？我没有守到吗？你看我拍到的也帅，我拍的也帅。铁门呐、啊，铁窗呐、啊，铁锁链。但至少拍到脸了，对吧？但至少拍到脸了，至少我拍到脸了，好歹是拍到了，对吧？啊！疯了，这是我以前的网名，有一段时间的网名。起名思路我已经忘了，但是它是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的网名，我以前有好多网名，起名思路已经忘记了，已经忘了为什么要有一个。谁水印放那么大？我水印放巨大。嗯，你说，哎，有点饿，你说我要不要？算了，不想点。你好，阳间人。不行，小阳，不行，小阳，阳间人就行，不行，小阳人。想吃辣，但是是辣的。算了，我还是带着咸鸭蛋下去喝粥吧。有什么哪儿好笑啦？不好笑，烦死了！哪儿好笑？一点都不好笑，好吧？你看小嘉恒也有，像。我觉得如果你是如果你穿搭了个盆梯，那一定会。哎，我像不像那种古代就是吃不起饭，然后天天去喝粥那种？笑晕了，舒涵。哼，我面试唱，我在重庆面试的时候唱的是这首，不对，跳的是这首。哦，我在北京面试的时候唱的是这首。我扯着嗓子，我爱就是让我常伴着你，他死活不喊停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得听我你，十周的妃子。对，阿姨是四周的那个，也有可能是大小姐。我当时面试，我要崩溃了。爱就是让我常伴着你，我要疯了，他不喊停。你马蹄声渐悄，比未尽时的旁。好想看古装剧，哎，我也很想看古，我想看像《卿卿日常》那种比较有意思的古装剧。有意思的又好看的，他们想多听点，可能是的。好像，对，只有明天的我，好想。我觉得他微博发那套真的很好看，我狠狠的，就是他是戳在我审美点上。我的审美点就是甜美，还剩十个鸡腿。那谢谢你的十个鸡腿，我这叫什么？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。对，但是我刷到好多说他怎么这个不好看那个不好看，但我他就是跟人家比，但我觉得都不是一挂的，有什么好比的？都不是一个类型的，就很神奇，不懂为什么不比。好饿呀，小米就消化那么快的吗？天花板。反正他是完完全全戳在我审美点上的甜美，内娱甜美很多。
但他是真的完完全全戳在了我的审美点上。就是别的吧，可能只有一两张图戳我，但是他是完完全全的，所有都戳在我的点上。第一次送礼物，谢谢你的第一次送的礼物。Hello， 我是不是不豪华啊？这是我自己的，这都是我自己装修的。谢谢早师，不对，对对，嘿，不客气。这是我自己装的。这是我自己弄的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东西。我们只有一个木板床，我们宿舍的床是整个中心最差的床。我们宿舍木板床最差的，就最差的两张床搬来我们宿舍了。反正他就是戳我的审美，不是统一的。隔壁他们的床，他们的床很好，我们的床，我晚上翻身还咯吱咯吱。而且这个床比别的床窄，这个床是最小的，我们宿舍的床。但当时只搬上来了这两张，只能用这两张。楼下都是那种，他们都是自己用的那个子母床，然后隔壁还有对面新生什么的。都用的是那个床，我之前反正都是好一点的床，现在没法换，除非再住一栋楼，我立马搬走。给94分，高速开，服了。对，这个床咯吱咯吱咯吱，这床还是我们自己装的，我们跟姐姐一起装的。晚上好捏，卤煮，好想吃卤煮。晚上好呀，有点想吃东西，不知道吃啥。切换到不行，我要不点个，看见什么想吃。刷到烤鸭了，要不点个单人份烤鸭。